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感谢触手 TV 和星迷们给我送的生日礼物，谢谢大家。最近我也一直在练习玩手游的技能啊，相信很快可以跟你们一起直播玩手游了。如果能一边玩手游一边听歌，那就更好了。那也是的，我的专辑的抢先听的一首单曲叫做 What You Need， 今天也正式公布了，你们喜欢吗？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， 我会继续努力的，给更好的音乐给你们听。玩手游开触手，我在触手 TV 等你。